尿道下裂，它由于这个开口位置的异常，还有阴茎，向这个腹侧的这个弯曲的畸形，还有这个包皮的一些异常，它的包皮往往呈这个锥形，重度的尿道下裂可能伴有这个，阴囊的这个分裂，阴茎、阴囊这个错位等等，比如说这个两性畸形的一些患儿。它的不同的尿道开口的位置，以及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畸形吧，是需要鉴别的。女性尿道下裂，它是指女性尿道开口在这个处女膜阴道背侧壁上。临床上多数患者没有症状。如果尿道口位于这个膀胱颈部，常常伴有的尿失禁，